大家来高雄，然后祝大家今天晚上玩得愉快。一身亮丽黑短裙，韩国瑜的女儿韩冰出席内门宋江镇活动，担任神秘嘉宾。明天大家加油，谢谢。掌声谢谢。甜美的韩冰走到哪都引起高分贝欢呼，受欢迎程度一点都不输老爸韩国瑜，但也因为人气太旺，网络上竟出现了韩冰的假粉丝专页。脸书上有两个韩冰的粉丝专页，看看正版经营的，追踪人数有10107人，比非官方的少了一倍。但韩冰本人亲自 po 文，另一边的账号则是引用侧拍影片，诚意差很多。他不是粉丝团，他是所谓就是一个官方的平台。那可能有一些活动啊，或者是比如说像今天在帮高雄推广一些活动的时候，有一个多一个平台可以把它分享给大家。韩冰本人参加完活动，立刻打上心得和照片跟粉丝分享，诚意十足。市长女儿身体力行拼观光，堪称是高雄最甜美的观光大使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